各位，你哋好，欢迎大家嚟到阿 N 与阿 Lam 频道。今日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香港著名歌影天后梅艳芳嘅生平同故事，希望大家喜欢。1989年第七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奖《夕阳之歌》最受欢迎女歌星，金曲金奖《夕阳之歌》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奖《熟女》《黑夜的炮》《夏日恋人》《夕阳之歌》《爱我便说爱我吧》。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金曲奖《熟女》《夕阳之歌》IFPI 大奖，香港电台十大最受欢迎人物，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香港艺术家年奖，歌唱家奖，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胭脂扣》。第十一届金唱片颁奖典礼，白金唱片《梦里共聚》。1990第八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金曲奖《心形是冷》。十大劲歌金曲季选，金曲奖《封面女郎》《心形是冷》与伦永亮合唱《耶利亚》。韩国十大最受欢迎外国女歌手第五名，香港电台80年代十大最受欢迎演艺红人。第十一届金唱片颁奖典礼，白金唱片《熟女》In Brazil。1991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叱咤乐坛女歌手银奖。第27届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何日》。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似是故人来》。1992年第十四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钻石偶像大奖。第十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荣誉大奖。1994年香港最佳音乐选、最佳女歌手、最佳唱片《是这样的》、最佳歌曲《情归何处》。第一届十大金彩虹演艺红人奖。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女人心》。1995年香港最佳音乐选、最佳女歌手、最佳现场演绎女歌手。新加坡音乐颁奖礼舞台至尊大奖。1996年香港最佳音乐选、最佳女歌手。1998年香港最佳音乐选、最佳女歌手。香港电台也载金曲十大最爱《似水流年》。第21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金针奖。1999年香港最佳音乐选、最佳女歌手、最佳现场演绎女歌手、最突破风格歌曲《电话谋杀案》、最佳新唱旧曲《长藤挂铜铃》。日本网上最受欢迎香港女艺人五甲。2000年香港最佳音乐选、最佳女歌手、最佳唱片 I'm so happy， 最佳歌曲演绎床啊床。2001年香港最佳音乐选、最佳歌曲版本，芳华绝代乱世佳人 Lego Ver 与张国荣合唱。第18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致敬大奖。2002年香港最佳音乐选、最佳女歌手、最佳唱片 With 最突破风格歌曲《路人甲月》与谭咏麟合唱。最佳歌曲演绎《路人甲月》与谭咏麟合唱。最佳歌曲版本《路人甲月》独唱版。第25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最受欢迎卡拉 OK 合唱歌曲《相爱很难》，金曲银禧荣誉大奖。第四届 CCTV MTV 音乐盛典港台音乐特殊贡献奖。MTV 风尚亚洲女歌手奖。2003年香港最佳音乐选、十年最佳女歌手。第四届中国金唱片奖、艺术成就奖、原中国广播文艺新歌采录奖、为国家政府奖。中国原创歌曲奖颁奖礼
杰出成就奖、中国音乐界和唱片界的国家级音乐奖。日本媒体评选香港十大明星。2004年 ,IFPI 最高销量唱片 ,Anita Classic Moment Live 2003。IFPI 十大最高销量唱片 ,Anita Classic Moment Live, 梅。益禄 ,MTV 亚洲大奖启发精神大奖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突破渴望大奖。2010年 IFPI 十大销量广东唱片 ,Faithfully。华语金曲奖华语乐坛三十年三十人。2013年 ,YesSager 华语音乐销售榜2013十大畅销歌手。2014年 ,YesSager 华语音乐销售榜2014十大畅销歌手。2015年 ,YesSager 华语音乐销售榜2015十大畅销歌手。2016年YesSager 华语音乐销售榜2016十大畅销歌手。2018年 YesSager 华语音乐销售榜2018十大畅销女歌手。2019年 YesSager 华语音乐销售榜2019十大畅销女歌手。2021年 YesSager 华语音乐销售榜2021十大畅销女歌手。好，梅艳芳的生平和故事今日就讲到这里，下一集我们再见。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拜拜。